Ni ha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hank you. It's really nice to be back in Shanghai. I was here almost exactly a year ago for the first edition of GDD. And at that time, we presented Project Tango. And it's really nice to be back today to talk about AR Core, which is our next platform. 很高兴，这是我们未来下一个 AR 平台。 So my name is Wim. 我叫 Wim. 那今天我会跟金华共同来讲 AR Core. 我每次开始的时候啊，总是要先做一个投票，了解一下大家。现在大家来举手回答我的问题，谁？ 在来到这次的 GDD 之前听过 AR Core 的，请举手。好，看到了，大概是全场在座的三分之一左右。那大家有没有开始在 AR Core 上开发 APP 了？请举手。啊，几只手，不多啊，已经很不错了。那我觉得你们这样的程度听我今天的演讲是再适合不过了。今天我会讲 AR Core 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你用它能做什么？以及我还会讲，作为开发者，你是如何开始使用 AR Core 的？那首先先给大家放一个视频来介绍一下 AR Core。这个视频是有声音的，能放出来吗？ This thing 可能要大家靠想象了啊，好，现在来了。好，就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 AR Core。那在我开始具体讲那些细节之前呢，我先花几分钟来讲一讲为什么 AR 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谷歌在 AR 上做了这么多大量的投资。因为作为一家公司，谷歌的使命是组织全球的信息，让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并使用它。那这跟 AR 有什么关系呢？答案。 其实出乎意料的简单 ，AR 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直觉式的方式去跟信息做交互。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现实世界当中去用 3D 的方式看东西，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进化了上千万年来看这些 3D 的物体。那 AR 就是可以把信息用这种我们眼睛所适应的形式展现出来。那正是因为这是一种如此新而直觉式的方式来展现信息，我们认为这将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计算平台。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了各种计算平台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每10到15年，这个历史就会从一个平台跳跃到下一个平台。最一开始是主机。 大型机，然后之后到了大家个人机 PC 时代，再到下一阶段呢，把这些 PC 通过因特网连接起来，再之后呢，又把这些计算设备给压缩了，它的尺寸变成了各种移动设备。那我们认为，我们相信下一个阶段就是把这种我们目前所使用的 2D 的屏幕变成 3D 的，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呈现。那谷歌呢，我们想要。 成为这个未来计算平台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 AR。那如果大家要做 AR， 作为谷歌，我们想要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上去做 AR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考虑在安卓的规模上去做。那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上做事情的话， 应当说必须要基于移动端来做了，因为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30亿台移动设备，每年
新购买的移动设备数量全球达到115亿。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大规模的 AR 推广，就一定要在移动上去做，这也是我们的策略。那我们是3到4年之前开始来做移动 AR， 叫 Project Tango 项目。然后过了几年呢，我们发布了一系列 Tango 设备。然后有一个问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都需要特殊的硬件来完成。每一个 Tango 硬件啊，它都有红外传感器，而且还有一个广角镜头、鱼眼镜头。可以说我们是依赖于这些专门的硬件解决方案来做 AR 的。到了现在呢，我觉得已经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今天演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从一个硬件解决方案现在移到了一个软件解决方案上。等会儿我会再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这个硬件到软件的转变如此重要。有了软件的 AR 解决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在现有设备上运行 AR， 比如说三星 Galaxy S8。 这个新的软件 AR 解决方案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AR Core。我们是在之前发布了一个 AR Core， 在8月，也就是几个月之前发布了这个开发者预览版。然后之后呢，我们希望 AR Core 的发布量可以去达到1亿，在1亿台设备上面去运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硬向软的转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这种硬到软的转变，才可以在几月当中让 AR Core 的发布量达到1亿。我们现在通过硬到软的转变，终于可以达到这个规模。那这个规模对于各位开发者来说至关重要。那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AR Core 的诞生，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具体的一些细节。一个普通的手机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具有 AR 功能的手机呢？主要是有3大部分要让这个手机成为能做 AR 的手机。首先第一点，我们叫做运动追踪。运动追踪让手机能够判断它在空间当中的运动是什么样的。那在 AR Core 当中，我们所使用的是 IMU 和它的摄像头来判断它的这个上下左右的移动和各种转动。 AR Core 现在可以在空间当中探测你手机的6度空间当中的自由位置变换和角度的变换。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AR 物体它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起来是处在同一个位置，无论你怎样移动你的手机。第二个功能是叫环境识别。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AR Core 可以去探测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平面，比如说天花板、地板、桌面等等。那之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虚拟的物体放到这个现实环境当中，不想让它飞在空中，而是想要固定在一个平面上。这就是为什么让系统，让你的设备能够了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水平平面是什么东西如此重要。那第三点，第三个功能就是光线估测。因为如果你要去在这些环境当中渲染出看起来非常真实的虚拟物件的话，那一定要考虑到光线的照射。亮的房间，那渲染要更亮；暗的房间，渲染要更暗。所以通过光线估测呢，可以对虚拟物件的渲染的这个亮度啊，做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加上运动追踪、环境识别跟光线估测，就可以让我们的 AR Core 具有非常强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不同的几种应用。一旦我们有这样一台能用 AR 的手机，有哪些应用呢？首先第一类是可以把这个虚拟物体或者人物啊放到这个真实环境当中去拍成视频进行分享。早期的一些 AR 应用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在线购物。如果我要去以我个人名义去做一个
做一场赌博，去赌未来 AR 的发展，最主要是在哪里呢？我就觉得在线购物绝对是其中最大的一块。我们现在的在线购物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它具体尺寸有多大，用起来感觉怎么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了 AR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通过 AR 用 3D 的形式放进你要放置它的最终使用场景当中，去判断它究竟占地几何。所以这个对于这个 AR 对于在线购物是可以带来非常大的改变。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居然设计家这个 Easy Home 他们的一个产品，在这里就是用了 AR 技术来判断这个椅子它摆在这个环境当中会什么样。他们在外边也有一个 booth，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在线购物来自京东，在 AR Core 之上打造的一个 demo 例子。他们显示了这些虚拟的物件是可以在 AR 当中互动的，你可以去看他们这个冰箱里边是如何工作的，有这些动画，可以把它摆到你真实的家中去，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 AR 的在线购物甚至它可以提供比一个真实的冰箱更多的相应的信息。那在京东的这个例子也放在我们外边的 AR booth 当中去做展示了，大家有兴趣去可以去看一看。那另外呢， AR 也可以被用作一系列的工具，因为这个设备可以用来了解这个 3D 世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尺寸，比如说用它来进行距离的测量，长度、高度、宽度等等的测量，有一系列的工具可以使用。那还有最后的一列，很显然就是游戏。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过了 AR 相关的这些游戏。这一页展示的是来自网易开发的一款 AR Core 的游戏，他们非常大程度的运用了这个到处移动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 APP 啊，在门口的网易的这个展台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我讲到这里呢，接下来就把舞台交还给我的同事金华，他会来讲讲 AR 的用户体验。金华，我是 Google 负责用户体验AR 跟 VR 用户体验研究的团队的负责人。我今天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设计增强现实应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点。刚才 Wim 讲到增强现实呢，它本身是一个新的技术，不光对于我们广大开发者来说，怎么去学习这门技术，把它变成合理的应用是一个新的挑战。从用户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事情。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观察用户，看到他们在这个一使用我们增强现实应用里面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以后在开发自己的应用的时候能够加以注意。首先来说，我们现在介绍的 AR Core 它是基于智能手机的。用户呢其实对于智能手机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对于用户对于智能手机的一些交互已经是非常成型了在脑子里面。它的一些交互方式对于我们 AR Core 的增强现实的这个交互方式其实并不是一比一匹配的，所以有些点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第一，比方说用户经常会用其熟悉的触屏行为来和 3D AR 交互，所以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就是 pinch to zoom， 对吧？就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界面放大放小。但是呢，这个并不是AR Core 所希望给的用户的体验。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手机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小动物、小宠物在地面上，我们其实希望用户去走动，这样来看到这个物体变大变小。但是用户很多情况下在头一次拿到这个应用的时候，他还是用手指去变大变小，就这些一些基本行为在于他来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我们在开发这些情况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怎么让用户去理解这种方式，不管是做一个提醒啊，还是做什么其他小游戏的方式啊，让用户去了解一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包括刚才那个Wim 讲的用家具的例子，很多用户也是不是说，哎，我把这家具放在这儿，走近看看大看小，也会是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张合去看那个改变大小。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场景在对于智能手机里面的设计和用增强现实来设计，其实是两种不同概念的。第一，就比如说我们在用做传统的智能手机应用的时候，用户的精力集中都是集中在屏幕上，所有的控件界面设计的元素都会是在这个屏面上，甭管是游戏啊还是视频呢，都在这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做增强现实的时候，他们的集中注意力已经超过了屏幕本身，他们的注意力是既在这屏幕上又在现实上。讲过几个我们做过几个游戏的例子，就比方说是让这个小火车在动，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在动，用户其实就是非常注意他在跟踪这个环境，界面上有很多控件，就比如说打保龄球的这个控件他根本就忘了使也忘了用，有的时候呢这个控件又设计的过于的小，因为你要想到用户在使用的时候是整个环境是在动的，就是说手机在动，他人也是在动，这个界面过小他的根本就操作不了，所以很多情况下要考虑一下用户的实际使用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它和那个智能手机的移动应用开发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第三条呢，我觉得我们学习到的事情就是就是这个具体的内容插入到现实里面，人们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交互，是以什么样的操作方式。你比方说我们考虑几个事情，就是说距离的问题，如果这个距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物体插入在现实里面，这个物体是一个家具，那我靠近多近，我觉得人的心理上会觉得舒服。但如果这是一个人呢，对吧，或者是一个比如说我非常形象的一个人玩偶，我要多近，比如说我看到眼睛看到眼睫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考虑的这个情况，就是通过距离来说对于我们的设计就是应用的设计有什么想法。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当时是做的是这个比如说小宠物狗，或者像这裤子，你看比如说我要给它换衣服，我多近合适，对吧，这个距离其实会影响很多设计上的点。这就是左边那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我虚拟的衣服这个问题。第四点呢，我们要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增强现实呢，其实它已经就是给用户带来很大的体验，就是我不光是有现实场景，我会在上面再加一层信息，然后用户能够对这个现实场景有更好了解，更好的交互。但是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需要我们有移动的这个过程，可是我们一般的智能手机用户来说对于移动这个概念是非常陌生的。大家如果看一下，就是大家平时什么情况下使用手机，基本上都是不变的姿势，甭管是躺在那儿、坐在那儿、站着，手机都是永远都是这个姿势，就是拿着手机这样子，因为你不能动嘛，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看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情况在做增强现实的时候，它是会要求你是比如晃一下，换个角度，什么转一下，这些都是有的，但是用户来说非常难。我们在做这个用户测试的时候，就是给了他一个手机，他就会坐在那儿，一直坐在那儿。我们说你可以左转转右转转，就不会动，就不会想到他要动起来。就昨天我在那个会后看到了国内的有一个设计的 app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就想象不出来地上那个小宠物应该是我怎么跟他去交互，我就不能引导我到底是比如要离他近呢，还是要转他后面呢，我自己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如果做一些提示的话，我好知道这个怎么去跟他进行交互。其实里面有很多游戏的机制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比方说让用户左走或者左右走或者怎么样，让他去指引他，这些方式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怎么去做交互。这些呢就是我们从现在上从用户的行为里面看到的一些点，希望对广大的开发者有用。我们还会呢继续去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学到的各种东西，在会后面有一个那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们最新的分享。下面还是Wim回来。
All right. So, I want to use. 好的。我们今天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AR Core， 就对于开发者来说如何开始。如何开始在 AR Core 上做开发？我们已经有一些提供的 API 了。显然 ，AR Core 是基于安卓的，所以有 Java API。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把一个现有的安卓应用加入 AR 功能，要做的只是加入 AR Core 的 SDK， 就可以把 AR 功能加入到你现有的 APP 当中了。另外的一些 API 我们所提供的呢，包括两个 3D 引擎，包括 Unity 和 Unreal。 那因为 AR 都是本身都是 3D 的，所以这些引擎呢应当说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帮助你在 AR 世界当中打造强大的 3D 体验。所以特别是当你在做一个应用是纯粹的在永远在 3D 环境当中的话，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两款引擎了。我们有 Java、 Unity、 Unreal 这些 API 了。那对于一些更加高级的开发者，如果你有自己的 3D 引擎的话呢，我们也提供 C API， 这样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引擎也加入到 AR Core 当中。那另外呢，我们还在尝试着看看如果有一个网络应用用于 AR 会怎么样。那显然这个要进行发布的话还要花更长的时间，因为要等待更先进的网络标准去发布。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可以用在安卓和 iOS 上的网络浏览器，然后体验一下 JavaScript 上所写的这些 AR 应用了。这个未来很不错，但是呢要真正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可能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另外呢，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发者网站上面找到。你可以下载开发者 SDK， 找到这些 AR Core 的 APK， 可以找到样例应用以及其他的一些应用等等。那作为开发者要开始的话，就从这儿开始吧。那下一页呢，我会稍微讲一讲一些技术细节，主要的原因是我想给大家看一看，要开发 AR 其实很简单。我会给大家讲三大块在 API 当中的基础知识，只要知道这三块就可以进行 AR 开发了。第一块，我们把它叫做框架。在 AR 当中，你有一长系列的很长的一个摄像头所拍到的图像序列，要在这个图像序列上面去添加这些虚拟物品的帧，可以说每一帧就是一幅图片。那么这个框架就会告诉你，当这一帧图片当中它的位置在哪里，当中它的这个水平平面在图像当中是哪一层，以及它告诉你在这个图当中它的光源来自哪里，强度如何。那一张图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在上面去添加这个虚拟的东西了。那有 AR Core 的话，可以说就是每一帧都这样处理连续起来，就形成了一个 AR 的动画。所以可以说这是最为关键的一块框架。三个里面的第二个就是锚点，这个锚点就是将 AR 对象附加到实际对象上的这个点。举个例子，我想要比如说一个虚拟的桌子，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那首先我先设置一个锚点，然后就把我的虚拟桌子定在这个锚点上。之所以这个很重要呢，是因为在 AR Core 背后它是不停的在进行时刻的监测，地板在哪里，我摄像头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你想要你的虚拟物体在屏幕上所显示出来的位置保持不变的话，仍然在同样的这个地方的话，那这个锚点就一定要保持在同一个位置。那一开始的话做一个锚点，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定在这个锚点上，或者说
每一个不同的物体用不同的锚点定在同一个场景当中的话就会比较好，比如说一个桌子用一个锚点，边上的一个凳子用另一个锚点。第三块我要重要的讲一点关于这个 API 的基础知识，就是平面。平面会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平面有多大，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个平面还允许你去在把这些虚拟物体放进去的时候放在合适的高度上，所以框架、锚点加平面就可以让你们在 AR 世界当中去完成这些开发了，所以其实真的并不难。那在我演讲的最后呢，这里就是一个二维码直接链接到我们的 AR Core 开发者网站。那希望今天的这场演讲呢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AR Core 是什么，它能做什么，用它有什么用。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去打造自己的 AR Core 体验。那到时候你们所创造的那些东西相信一定是让人激动人心的。谢谢。